你们果然没有爽约啊。旅行者和派蒙，见到你们可真好。别开玩笑了，我们怎么会错过你的演出呢？我都已经期待好久了。我相信你，看你们来得这么早我就知道了。正好现在观众还基本没有入场，机会难得，我来给你们安排最好的座位吧。等等啊，我去拿票。歌剧院一直是专号专座，需要提前登记的。来，我已经登记好了，这是你们的票。哦，看起来是最前排的位置，谢谢你林尼。这没什么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喂，林尼先生，麻烦帮我看一下这边。知道了。舞台道具的布置那边似乎有点问题，我的助手考威尔先生在叫我，我先去帮忙看看。嗯，我们两个就先去自己的座位上好了，你的事情要紧。就是这里了吧，我们先坐吧。喂，旅行者，我们是不是该跟旁边那个人搭个话比较好？没什么人的情况下，座位挨在一起好尴尬呀。你，我就知道你这家伙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没有意识到气氛上的问题，是我疏忽了。有必要的话，我们直接聊天就好，没关系的。啊，你难道都听见了吗？你的耳朵好厉害。我明明把声音压得那么低。啊，不对不对，是我太不礼貌了，偷偷嘀咕这些。我们还是聊天吧。聊什么呢？哦，对了，你也来得这么早，而且也坐在最前排的位置，你跟我们一样都是林尼的朋友吗？朋友啊，如果林尼先生希望的话，我会十分乐意做他的朋友。那看来不是嘛。哎，糟糕，气氛更怪了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我怎么忘了自我介绍。你好先生，我是派蒙，这位是旅行者，我们都刚刚来到枫丹。你们好，很荣幸见到你们。我之前听说过二位的事迹，遵照礼节我也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那威莱特先生，您居然也赏光来看我的表演了，真是太荣幸了。林尼先生，能亲临现场观看你的演出，应该是我的荣幸才对。那维莱特，难道是……哎，我看你们刚才在聊天，居然还不知道那维莱特先生的身份吗？他是我们枫丹的最高审判官。看，那个位置一直都是纳维莱特先生的，说他是枫丹公正的象征也不为过。哇，失敬失敬，我们刚才是有点太冒失了，原来先生你是这么厉害的人物。不用那么在意，最高审判官也不过是个工作而已，正如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位置，我并不特殊。哦，对了，虽然稍微有些不情愿，但我还是姑且提醒你们一下，那边那个家伙已经在高处的贵宾席位上摆了很久的姿势了，就是为了让你们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他能展现出自以为最帅气的样子。嗯，
你们还是赶紧注意到吧，不然他要沮丧了。水神福宁娜，他的表情好像一脸骄傲自满的样子，看来完全不知道你戳穿他的事。嗯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我们不用管他，看自己的演出就好。这就是枫丹水神与最高审判官之间的关系吗？好了，各位再稍坐片刻，我那边的准备也基本完成了，等观众都进场以后，演出就会开始。终于要来了嘛，我还没在现场看过魔术表演呢，真是期待。哦，都黑下来了，是不是演出马上就开始了？嗯，对不起，我小声一点。欢迎各位在百忙之中造访欧碧克莱歌剧院，我是今天的表演者林妮，这边是我的妹妹，也是我最重要的助演林妮特，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。别看他一副没睡醒的样子，这是他在紧张的标志了。随便吧。可能你们会觉得我们这些拥有神之眼的人可以自由使用元素力，变个魔术有什么难的，所以我在此做出的承诺便是，今天在舞台上发生的一切都和元素力无关。无论是我还是林妮特都已经取下了神之眼，这下神就帮不上忙了。有道理啊，这就是魔术和魔法的区别吧。相信大家都有些不耐烦了，表演马上就会开始，林妮特会暂时离开做一些准备，不用想念他哦，他很快就会以意料之外的方式重新登场，成为我们视线的焦点。哦，对了对了，还有最后一个注意事项，请谨慎挑选眨眼的时机。魔术师的看家本领就是从有到无，从无到有，又由此衍生出万千变化。现在的观众可不得了，这些传统的魔术早就看腻了，我要怎么样才能证明我的独一无二，卓越不凡呢？我准备了一道难题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在这水牢之内，我要让我的妹妹凭空消失。其实并不困难，只要把人变成泡泡，再让他从水箱上飘出来。好好检查道具吗？封上了盖子，就连空气都出不来。如果是初学者，肯定早就手忙脚乱了。幸好台上的是我，索性就让各位见识一下真本事吧。你还在吗？别去太远，魔力用完就要穿帮了。嗯，
我回来了。若是能轻易被我们识破，就说明他的技巧还需要继续精进，魔术的欣赏应该集中在舞台上呈现的过程，而不是被刻意隐藏的手法。有道理，林妮特出现的时候真的吓了我一跳，好厉害啊！感谢大家的掌声，刚刚的表演还满意吧？不过我们的神奇之旅还远远没有结束，我准备了能让各位更加惊讶的瞬间，转移与消失的魔术在此之上仍然能够进化。想必各位会认为水箱逃生的魔术就算看上去没有破绽，但说到底林妮特还是我的助演，这种情况下我依然有充分的空间去做前期准备，所以下一个魔术我需要现场的一位幸运观众参与。来吧，麻烦我的同伴们把充满魔力的箱子推上来。像这样的箱子一共有两个，一个在这里，一个在观众席的中央通道上。想必聪明的观众应该已经猜到了，下一个魔术就是交换，被选出的幸运观众会和我分别进入这两个箱子，一分钟后我们会从对方的箱子里走出来。在场的每一个人请盯紧你们视线内的箱子，不要给我任何动手脚的机会哦。哇，这要怎么做到？喂喂，你说林妮她是不是真的会用法术啊？这位幸运观众会由这台选号器产生，它的结果完全随机，就连我都不知道这份好运会送到谁的面前。那么我这就开始咯。我看看，哦，是第七排第三号的观众，恭喜你能亲身体验这神奇的一分钟。来来来，请我的同伴将他带到魔术箱的旁边吧。不好意思啊，箱子里的空间有点小，但我们为你做了精心的布置，希望能缓解你的紧张感。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就算产生了某些奇妙的体验也千万不要出来哦。魔术被中断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你会出现在什么地方，说不定会是梅洛彼得堡哦。好了，在我进入箱子之前还有一件事需要麻烦各位观众，能请你们为我倒数吗？就像这样，60 59 58，这样一点一点数下去，快一点慢一点都行啊。我在黑漆漆的箱子里什么都看不到，只能靠你们的声音来提示我时间了。哦对了，可不要使坏哦，如果你们只用了30秒就数了60下，我会很难办的。都这么说了我也想快点数，嘿嘿。算了算了，看你们的表情就知道信不过你们，还是先练习一下吧。60 59 58，来重复一下。60 59 58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速度，保持住哦。好了，倒数结束之后我们在对面的箱子那里再见。54 53 52，那位莱特先生，你不跟着一起数吗？我就在心中默数吧，现场的声势已经足够浩大了，这是身份与性格所致，不用在意我。
把注意力都放在表演上吧。那好吧，看你一脸严肃的样子，还以为你不太适应。40 39 38。林宁先生，你还在吗？准备好了吗？不急不急，我还在确认魔力的方向，要是交换到什么奇怪的地方，比如从观众席的上面掉下来，那就变成表演事故了。话虽这么说，感觉林宁一点都不着急啊。啊，什么声音？你听到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算了，反正大家好像都不在意的样子。25 24 23。怎么回事？黎尼先生，我听见你还在箱子里。我不小心把装饰弄掉了，我想装回去，里面黑黑的，前后左右都分不清。已经没时间了，装饰都是小问题，表演更重要。那不行，我不允许我的表演有一点瑕疵。而且放心吧，你听，还有20秒呢。19 18 17。哎呀，突发情况有点多，各位不好意思啊。虽然我感觉你们越数越快了，但没关系，一个一个数下来确实是很累的事，10几秒的时间也足够了。行，准备差不多完成了。哎呀，想交换两个人还真是个大工程，即便是我这样熟练的魔术师，也不能保证一次就成功。喂喂喂，我在后面吗？箱子里面完全一样，看不出来。什么？又失败了？我再试试。7。你们等等我呀，真是的。5 4 3。糟了糟了，这次不算。1 0。这也是魔术的一部分吗？林宁先生，你接下来就要把舞台复原，对吗？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真的是事故？那个箱子里还有人，对吧？演出终止，医护人员随我来，警备队保护现场，控制所有参演者，暂时封锁歌剧院的出入口。说的没错，如果是事故，就要查出原因。如果不是事故，那就逃不过正义之神的审判。两位不用慌张，我们很快就能调查清楚发生了什么。魔术箱里的人已经不幸遇难，死者名为考维尔，是林尼魔术团中的助演之一。舞台上的烟花点燃了水箱上方的绳索，这是水箱坠落的直接原因。至于为何箱中人是考维尔而非之前被选中的观众，此事暂且不知，但在搜索之后，警备队确认那位少女宛如人间蒸发，已经不知所踪。此种状况就并非是单纯的舞台意外了，也兼有许多属于少女连环失踪案的案件特征。少女失踪案？少女连环失踪案，我记得是夏洛蒂提到的那个事件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哦。
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谜底来压轴，是不是有些小看我们了？这位技艺精湛、无所不能的魔术师林尼先生，不就是少女连环失踪案的罪魁祸首吗？为什么是我？这完全就是一场意外。整个事件都在魔术表演的时候发生，少女被选中然后消失，死去的人还是你的助演。现在想来，开场所说从有到无，从无到有，都像是一种挑衅了呢。不会吧，真的是林尼？他一直都在台上的箱子里啊，还在跟我们说话呢。而且遇到他的时候，他就说想要抓到少女连环失踪案的凶手，总不会要抓住自己吧？争辩先到这里吧。弗妮娜女士，你方才的发言，我可以理解为是对林尼先生以及同伴的指控吗？我只是觉得他现在就谈指控，会不会有点早了？弗妮娜大人刚刚的分析真的很有道理，看来他要亲自主持正义了。隐藏在魔术之下的绑架与凶杀，居然被弗妮娜大人一语道破。我是说，当然了，各位，相比显而易见的真相，还是眼前这位对手更让我兴奋。喂，那边的异乡旅人，你会伸出援手的，对吧？林尼先生上次可是帮了你一个大忙啊。那就没有问题了。各位，其实我和这位旅行者早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进行过一场对决，没想到他竟然能在林尼的帮助下和我打成平手。最没意思的就是平手，你我之间总会分个胜负的。既然这盛况迟早要来，那他唯有出现在歌剧的最高潮才称得上恰如其分。他那时候明明输了吧？我明白了，指控成立，既有指控必有审判。旅行者，弗妮娜女士将你视为对手，我们且无视她浮夸的言辞，仅征求你的意见，你是否愿意站在林尼先生一方，为林尼先生辩护，成为他的代理人？好，审判将在一天后与歌剧院举行，双方可以自由调查事件，寻找真相。林尼与他的魔术团作为当事人，全都需要留在歌剧院内，剩下的观众可以在警备队确认后有序离开。一天时间实在算不上长，你这位声名在外的大人物能掀起怎样的波澜呢？我衷心期待。林尼，你们刚才被吓到了吗？那当然了，就在眼前发生了意外，有谁能不被吓一跳啊？是啊，连我自己也，怎么会出现这种事？考威尔先生就这么……刚才是当着大家的面，现在我们私下聊。说实话，你们觉得我会是凶手吗？谢谢，非常感谢你能够信任我。在别人的眼里，我是嫌疑最大的罪犯，但在我看来，整件事谜团重重，留下的皆是困惑。我不知道舞台上的突发情况是不是单纯的事故，我也不知道考威尔为什么在那里，被选出的少女为什么会突然失踪，这也无从得知。如果是有人做了手脚，那会是什么手段呢？就算是充分了解这个魔术的人，也不可能在一分钟里做到吧。这才有调查的价值，就像书里说的，不可能的事不可能发生，发生了那一定就有可能。我们在城里逛街看书的时候，我顺手就买了，感觉很帅。摩拉是我省下来的，可没有偷花旅费。挺可爱的。
你很懂嘛，嘿嘿。有道理，我也不该这么消沉，应该尽快拿出平时的状态才行。不过现在我和林尼特的一举一动都有警备队盯着，想要靠自己洗清嫌疑也是难上加难。多亏了你愿意成为我的代理人，非常感谢。现在我能依靠的只有你们了，拜托你们了。放心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既然要调查的话，我有个问题，林妮你表演的时候林妮特去哪里了？这个呀，这就涉及到魔术的核心秘密了。魔术的秘密已经守不住了，林妮。也是啊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魔术的手法肯定会作为证据参与审判。哎呀，太可惜了。对魔术师来说，魔术表演是一种创作，我们可是付出了好多好多心血。不过如果这份秘密能够帮助你们找到事件的真相，也算是物有所值吧。要讲解魔术需要离开这里，我们去和警备队沟通一下，你们先去舞台还有观众席调查吧。好的，我们走吧，趁这里的人还没有走光，名侦探终于要出动了。警官先生你好，请问你们的调查有进展了吗？原来如此，你就是弗尼娜大人提到的异乡旅人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跟我来就明白了。死者是考威尔，是林尼的助演之一，虽然加入时间不长，但勤恳努力，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。助演的工作一般是布置与检查道具，还有在舞台上配合表演与调动气氛。你们在观众席应该也看到了，水箱突然掉下来，砸中了箱子里的考威尔。这就是令人困惑的地方，我们已经在调查了，可惜并没能找到那位少女的行踪。不过你们看，魔术箱的位置正好在水箱的正下方，而绳索也是被烟花烧断的，从事故的角度去审视，未免太过巧合。但如果这是精心策划的事件，这些布置就能说通了，而林尼就是最可能做这些事的人。可是他完全没理由啊。你们都是他的好朋友吗？也不能说是吧，但认识了一小段时间。认识了一小段时间就能赢得你们的信任，甚至让你们愿意成为代理人。我知道世上并不存在魔术，但魔术师最擅长的就是把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我见过太多案件了，人是所有证物中最不可靠的一种。抱歉，我说话比较直接，请你们理解成是我在好言相劝。如果你们好奇的话，也可以在罪案现场调查一番，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。凶手是谁？一定早有预谋。为什么会是他呢？好奇怪啊！去
到处看看吧。在追寻真相这件事上，我们目的一致。我看你们在这附近调查吧，我正好也很感兴趣，如果有什么新鲜的情报，我们可以互通有无，是吧？嗯，我们目前还没有太多想法。嘿嘿，那不如先听听我的推论。我觉得这一切的起点其实是那一声闷响。闷响？哦，是倒计时的时候传来的声音吧？没错，虽然声音不算大，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听到了，只是大家都在期待林妮的魔术，没往心里去。但既然发生了事件，这就变成重要的线索了。有道理，那你是怎么想的呢？我觉得说不定是林妮的同伙，比如林妮特跳到水箱上面的声音，看准了烟花炸开的瞬间，用刀切断了绳子，让水箱砸下来。声音是不是太大了？可能是没站稳，摔得比较重吧。有道理，那我再想想别的思路。不过他提醒我们了，那个声音是怎么回事呢？有没有可能是我没看到呢？还在和警备队员交涉，有点费力，待会儿应该会有人陪同，但也没关系。林妮还在和警备队员交涉，待会儿应该会有人陪。准确说是你们，过来，注意你们很久了。我们吗？是的，你们也是想要劈开荆棘追寻真相之人吧？而且看样子不是枫丹本地人。这倒是没错，你们是谁啊？你们应该不可能没听说过刺梅会吧？调解纠纷，提供保护，解决难题，面面俱到，样样俱全的民间组织刺梅会。而我则是大名鼎鼎的刺梅会现任会长纳维亚。啊，不过嘛，按我们那边的规矩都会称呼我为老板。侍从希尔福，你们好。我是麦勒斯，幸会。平时我会负责大小姐生活起居等各项事宜。哎，一会儿老板，一会儿又大小姐，怎么回事了？啊哈，其实我是二代会长，麦勒斯他们还习惯以前的称呼方式。非常抱歉，如果大小姐更喜欢老板这个称呼，以后我会改口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啊，你们也可以不用叫我老板哦，纳维亚就行了。哦，好的。啊，不对啊，我们本来也不是刺梅会的人呢。这都是细节，不重要。我们还是来聊聊对这件事的看法吧。嗯，因为老爸的一些往事，我一直都在关注少女连环失踪案。从现状来看，我觉得林妮并不是什么幕后黑手。啊，真的吗？我们也这么认为，现在正在努力寻找线索呢。那你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推断呢？当然是靠我的直觉，
精准无比的直觉。哎，那个福宁呐，一下子就把矛头指向了林妮，但根本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嘛。他经常这个样子，那时候审判官打断他，问他是不是指控，就是不想让他过度发散。一旦有人指控，就算是开启了审判的流程，在那种气氛里，福宁娜是绝不会退缩的。听起来只是你不信任水神而已嘛。那你觉得呢？那位水神有趣是蛮有趣的，可喜欢他也不代表要盲目支持他的观点。好了好了，我回答你们的问题了，接下来你们要回答我的问题。为什么呀？刚刚那个算吗？我不管。放心啦，一定是让你们觉得有价值的问题。你们认为把审判作为歌剧来欣赏，这种行为是正确的吗？啊，这个原因呢？我就说嘛，麦勒斯、希尔福，这两个人绝对很不一般。大小姐的判断很准确，我觉得这位旅行者的回答非常精彩。无论众人期待的剧本怎样精彩，在这里上演的审判剧目都必须以事实为基础。能做到这些的话，那老板……好了好了，不用说那么多。总之，你的回答我很满意，你们合格了。我稍微准备一下，等会儿我们一起去调查。你们的话，就当我的助手吧。喂，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？啊，那我当你们的助手吧。搭档也行，随便吧，我不是很在意这个。那还差不多，哼。听起来像是我在为大小姐吹嘘，但她的直觉或许能成为通向真相的重要力量。你们不希望朋友被冤枉，我们想要追寻失踪的真相，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目标一致。有道理，这个伯伯还挺会说话。那这边的小哥，你怎么想呢？看你一直不说话，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我没意见。好吧。我们再准备一下，等会儿如果要揭晓魔术的手法，就叫上我们吧。谢谢了。如果在白松镇有这样的魔术表演，也会很受欢迎吧？有道理。哎，我要不要学一下呢？能把东西变不见的话，我就不用费力气打扫房间了。大小姐本来也无需操心这些事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对啊。不好意思，目前歌剧院不可以自由出入哦。想要离开的话，先请做身份登记。啊，不是的，我们是林妮和林妮她的代理人，正在做事件调查。你一直都在这里看门吗？从最高审判官大人下达命令之后，所有进出人员都接受了严格检查。至少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失踪的少女就无法从这里离开了。应该也没有机会。为什么你这么肯定？因为那时候我的工作是负责入口附近的安保，这里很难看到林妮的表演，太可惜了，都怪我运气不好。但我没有擅离职守，就算欢呼声很响亮，我都一直站在这里。别说有人要出去，就算是靠近大门，我都会感觉到。美露心很擅长这种事了。也就是说，少女没有从这里离开。好的，谢谢你的线索，非常有价值。不好意思，这里不可以自由出入，请先去做登记哦。不好意思，
这里不可以自由出入，请先去做登记哦。这是在调查什么呀？哦，因为魔术团的成员都被视为重点嫌疑人，所以这里也被封锁了。警备队正在调查取证。这里的座位都是预约制的，从预约名单上我们查到了失踪少女的身份。没问题啊，这不是什么机密的消息，之后我们也会公开，请民众协助我们找人。他的名字叫做海尔西，枫丹人，是一位画家，小有名气。据说他是因为创作压力比较大才到这里来看魔术表演的，并不是常客。魔术团的人都表示不认识他，他的人际关系我们也调查了，和嫌疑人均不存在恩仇与利益纠葛，简单来说就是完全无关了，和之前的少女连环失踪案的特征完全相同。以前的案件也是随机挑选目标吗？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的，身份信息上除了他们都是岁数相近的年轻女性，也就没有什么关联了。好吧。你们客气了，如果之后见到了这位女士，请一定要和我们联系。哎，侦破少女连环失踪案这件事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如果你们之后见到了海尔西女士，请一定和警备队联系。水箱掉下来了吧？看上去这绳子还挺结实的呀，居然会被烟花点燃。怎么了？突然若有所思的样子。哇，这个地方材质不一样吧？几乎都烧掉了，但还留了一点点。承重的绳子里居然有这种东西，这不就说明……我来记下来。为什么会是他呢？手那个守门的地方看不到表演，要是我肯定会忍不住溜到观众席去。无论凶手是谁，一定早有预谋。这绳子一看就知道被……去到处看看吧。调查组那边有新的消息了，那个选号器果然有问题。是吧？
你看，我就跟你说，要是选到了一个男的，那凶手还要不要行动啊？抱歉打扰了，我们正在帮林妮和林妮特调查案件，你们说的选号器是怎么回事啊？帮他们？估计很难帮上忙了。演出的时候，林妮不是选了个随机的幸运观众，后来那个少女就失踪了吗？我们当时就怀疑那个选号器有很大的问题，马上就带回去查了，结果就发现根本不是随机的结果，不管怎么按，它的结果都是固定的。你们应该知道，无论是歌剧还是审判，要提前登记才会有座位。换言之，谁会坐在什么地方，林妮从一开始就知道。确实，我们的位置也是林妮帮忙安排的。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会说危险了吧？虽然对林妮很不利，但我还是记下来吧。林妮的魔术被吹得神乎其神，但看他作案的手法，哎，也就这么回事吧。隔行如隔山，他或许太自信了。表演现场值得留意的东西都看过一遍了，不知道林妮他们和警备队商量的怎么样了，我们过去看看吧，马上就知道魔术是怎么变的了。嘿嘿，我好期待。